东岳太极拳一段一集，少林拳八法第六个动作，马步单鞭。请先看我做下示范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动作分解一下。大家也看到了，先是左右马步。好，乘马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知道了是三脚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一半。之后乘马步，标准的时候呢是大腿与地平，做不到的时候稍微高一点没有关系。每个人因人而异，但注意的是两脚尖要朝前，还有膝不要内扣，向脚尖方向是一致的，都要朝前方。好了，此时乘马步的同时，我们的两拳由腰侧一起向前平冲出去，与肩同高同宽，拳眼朝上。之后快速回收至胸前，此时两拳心朝内，两肘紧贴肋。好，两肘分别向左右分开，快速带拳向两侧，伸平，拳心朝下。好，回收，一侧也是一样的。贴肋，然后眼睛跟着手向右看，再回收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做一下，刚开始慢一点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加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马步单鞭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